你这胡子别在那儿胡说。我从来没有送东西。当大杨哥跑到陈毅里直播间当模特，大杨哥顺东西的手段直接给陈毅里上了一课。这个好，这个真的好，这对我媳妇喜欢，这摸着太舒服了，摸着很舒服，这怪怪。还有个包，老板有个包，你这个包我媳妇，这拿错了，这个 OK， 你看老好看了。好，我撤了啊。嗯，行，给大家来一个那个保暖内衣好不好？把那个保暖内衣拿过来，我穿上。手机呢？手机呢？他在哪里？不在我这。今天晚上啊。他找手机去了。来，我给大家上一个。衣服没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啊。衣服没了，一点都没啦。穿的衣服没了、啊、走了，找手机走了。以为裤子没了。好了，没了，谁不知道呀。现在以为裤子走了。他没手机。哦，对呀、啊、他进来的时候没带手机。啊，找手机是他惯用套路吗？真的假的？咱们打电话把他叫回来，打电话把他叫回来。啊！围巾也没了。啊！包包也没了。帽子没了，包没了。少了一个帽子。啊、帽子没了，样品有两件，还剩一件。对，帽子还有俩。帽子还有俩，三个顺走俩。应该会回来。我的妈，应该会回来的，他应该回来，我相信他的人品，我相信老板。不可能，那剩我一件衣服干什么？那上回他自己能穿啊，送回去给秀娟了、哦，不至于吧？不会的，我相信他的人品，他从来没在我这顺过东西，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，真的。